同学，大家好，又到我们呃投资学的时间。那本讲是是第十七讲，最主要要跟各位介绍有关于货币时间价值以啊、呃、理财如何来应用。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啊、呃、也是邀请到林老师一起跟我们助讲。那林老师本身来讲，他他目前在各大专院校有讲授有关于投资学的课程之外，他目前也是分析师，也是律师啊。除此,此之外，他以往也是各财经节目啊、呃、相互邀请的一个特别来宾，对于啊、呃、金融商品或投资理财相当的了解。那我们请林老师。好，那么各位同学好啊，天、哦、一老师好。那么很荣幸啊、哦，又有这个机会。 跟同学们来探讨货币的时间价值跟理财的运用。那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呐、啊，他说：“复利啊是二十世纪啊最伟大的发明。”那么，本讲次呢，我们跟同学们探讨的货币时间价值，就是讨论货币的现值跟终值的问题。那么，透过复利，我们提早储蓄呀，同学们将来都给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晚年的退休生活。 那欢迎同学们收看本节目。好，谢谢林老师的一个详细说明啊，讲到我呃呃护理的话，好，它呃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发明哈，那接下来我们本讲次诶分为三个重点来跟各位说明。那第一个我们要给各位了解到有关于啊中值与现值的计算以及应用。那第二个我们要给各位同学了解到啊年金中值以及年金现值的计算以及应用。那最后一个我们要给各位了解到永续年金的一个计算。那各位要了解到哈有有关于啊、呃、如果说我们在啊、呃、实值利率为正的状况之下，那 呃，其他条件不变的状况之下，现在的一块钱啊、呃，是比未来的一块钱来的也有价值。为什么是这个样呢？因为它可以透过时间创造它的价值，这个叫做货币时间价值，也是本讲本讲是啊、呃、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在讲货币时间价值之前，当然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单利跟互利。那首先我们要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单利。那单利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从这个表，呃，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只对本金计算利息、哦，啊，未来赚得之利息，啊，它不会滚入本金再计算利息、哦，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公式可以了解到、哦，哈，如果我们 P 代表本金，I 代表利利率，啊、哦，在在利率为 I 的状况之下，啊、哦，存款期间为 n 期，那计算本利和，啊、哦，我们是可以这样算、哦，哈，那 P，哎、欸，会那个本利和会等于 P 加 I。 那等于 P 乘以一、e、加 I 再乘以啊 n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呃有关你单利的计算。那有关于复利的话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啊将未来每一期赚得之利息滚入本金之中啊，再计算其利息，也就是利滚利的意思啊。那我们它的公式是这样哈，那 P 代表本金啊，那利率为 I，那存款期间为 n，那本利和的话，我们就。 可以等于 P 乘以一加 i 的 n 次方。那我们用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哦。那例子哦，小韩哦，他将哦一万元存入银行，那期间的话，如果是啊三年，那则三年后小韩在单利跟互利呃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到底会有多少钱哈？那我们就可以来计算出这么样的一个哈，各位看一下哈，如果是一个。 呃，三年后的话，单利的本利和我们算出来是一万三千三百元。那如果是互利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它是一万哦三百零三元。也就是说，呃，单利跟本利之间差三块钱。那如果我们这个利率把它变成十 p e r n 或是十五 p e r n 的状况之下，到底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各位可以看一下哈、哦，当利率为十 p e r n 的状况之下，那三年后的单利本利和为。 啊、哦，一万三千元那如果是三年后的复利的本利和是吗？一万三千三百一十元，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只有差三块钱，现在的话，啊，利率如果提高到啊十 percent 的状况之下的话，它差额是三百一十元。那如果我们把它以十五 percent 来讲的话，也就是利率十五 percent 的状况之下，到底他们的差额为多少？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三年后单利的本利和。 呃，为一万四千五百元。那有关于互利的话，本利额是一万五千两百零九元，也就是说，他们差额七百零九元。那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呃，它的一个互利的效果是会随着你的利率越高的话，它的差差距的幅度会更大。那如果我们这个时间把它拉长的话，那单利跟互利之间的差额那是很难想象的，它差额会是非常的大。这个各位同学要去了解啊。哦 呃，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有关于终止啊，什么叫终止呢？也就是说只，指货币在呃呃货币啊在未来某个特定时点的价值，我们又称为呃未来的一个价值。那我们几个例子哈，若呃小韩将一万元啊在利率 i 的状况之下存款或是他投资一年之后，一年之后的未来值会怎么样计算？我们就把一万块啊再乘以一加。 啊、呃，百分之 i 的一个 n 次方。那其中这个地方要强调的哈，一加百分之 i 的 n 次方代表什么？一元啊、呃，在利率 i 和存款或投资期间 n 年的未来值啊、呃，这个要强调，就是我们在算这个瓜壶里面一加百分之 i，它是代表一块钱的啊、呃，在 n 年之后，在利率 i 的状况之下，它的未来值为多少啊、呃？那这我们就用一个用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哈。呃 第二个就是小韩，如果现在存有一块钱啊，年利率为百分之五，存入银行，那期间十年的话，未来的价值为啊一点六二八九元啊，也就是说，如果我存入一块钱，利率在百分之五的状况之下，存了十年之后，这一块一块钱会变成一点六二八九元。那那如果我们现在存入的是五万块的话，它的未来值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把五万块再乘以一。 啊、呃，点六二八九，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是八万一千四百四十五元哦。那从这个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了解到哦，中值与现值之间的一个关系式哈。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呃，那个 FV 啊，呃，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呃中值哈、啊，中值它会等于现值再乘以一加百分之 i 的 n 次方，也就等于啊我们的现值再乘以啊这个地方哈、啊，我们一加百分之。 i 的 n 次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查表的方式来呃来呃得到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查所谓的呃终值利率因子来做一个答案哈。当然你也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或是用 Excel 来求出它的答案。那一般来讲，你用 Ex Excel 跟哦所谓的电子诶财务财务电子计算机来算的话，会比我们的查表来的正确，因为一般查表的话，它后面都有省。 省内的好几个啊小数点，所以各位同学要了解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啊休息呃一下子，我们再等一下再请林老师来跟我们举例有关于互利终止的例子，那来帮助同学的一个了解啊。那我们就请林老师哈来用例子来说明有关于互利终止啊。 嗯，好的，那我们同学哈、啊，请看以下这个例子啊，例如说小明哈、啊，他今年是八岁，离上大学的时间呢、啊、还有十二年，以目前的物价水准，他就读大学四年啊需要学费一百万元。那么，假如学费啊每年它是上涨百分之三来估计，那么小明上大学的时候啊，他的父母亲目前啊必须为啊他准备多少钱？ 才能应付他将来的学费。那我们来看这个公式，FV 它等于 PV 乘以一加啊这个 i 的 n 次方，也就是说 FV 叫做中值，它等于 PV 这个限值来乘以这个中值的利率因子哈、啊。这个 FV 叫做中值，那么 i 呢叫做利率，最后面这个 F 呢啊叫做这个因子。 那么它的下标这个 i 啊、呃、代表利率，这个 n 啊、呃、代表多少年？那我们透过公式可以知道啊、呃，这个等于啊一百万元乘以一加百分之三的这个十二次方啊、呃，它要十二年，所以等于一百万元乘以啊、呃、FVIF 啊、呃、下标百分之三跟十二年，我们找出这个系数啊是一点四二五八。 也就是说，它等于一百万元乘以一点四二五八，得出来的结果是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八百元。也就是说，小明的父母啊，必须存足啊这个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八百元，才能够让他读完大学的四年。那我们如果用财务计算机算出来，是一百四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元，中间有差一点点。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系数啊，它用四舍五入啊算出的结果啊，会有一点差异。好，所以林老师啊，用用这个例子很详细的跟各位呃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有关于现值。那什么叫做现值呢？呃，现值是指货币的现在的一个价值。那计算现值的程序，我们又称为折现。哦啊，现值就称为啊折现值。哦、啊，那利率。 则称为折现利率哦，那中值与现值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导出来哈、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中指，中值等于呃现值再乘以一加百分之 i 的呃 n 次方。那刚才我们已经跟各位说明过，那我们把它换算回来，那我们的现值就会等于中值再乘以啊、哦、大括号里面哦分母的话，我们是一加啊百分之 i 的 n 次方分之一。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哦。 现值它等于终值再乘以所谓的啊现呃我们所谓的啊现、呃、值的利率因子哈利利率因子也就是大括号这个地方我们就称为啊啊复利啊现、呃、值因子啊、哦、那这个大括号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一元的现值，它代表就是说如果呃你有一块钱啊 n 年之后的话。 在 D D I 的状况之下，它到底现在的价值为多少啊？这个地方是在强调这个呃这个意思哈。那有关于哦、呃，要让各位同学哈更了解到有关于互利宗旨。那我们请林老师举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好的，我们来看以下这个例子哈。那么老郑啊，就郑老师哈、啊，他确定二十年后啊，他才要退休啊，表示他今年呢、啊、还很年轻，还要为同学们贡献二十年。那么他预计啊退休的时候啊。 他准备要用一千万元啊来过退休的生活。那么目目前呢，我们投资工具的报酬率，假如是百分之五的话，那么现在郑老师就应该存入啊多少退休金到信托账户里面？那我们来查表啊，看这个公式啊，PV 呢就是现值哈，现值目前是啊，他到时候是一千万啊，这个现值，我们来乘以这个 PVIF 哈。 这个 PV 就是现值，i 就是利率，那么 F 呢就是这个因子啊。那我们以百分之五跟二十年的幅度，我们查表的结果，这个现值的利率因子它的系数是零点三七六九，所以我们用一千万乘以零点三七六九等于三百七十六万啊九千元。也就是说，郑老师预期未来的二十年后退休。 能够有一千万元的退休金，目前他必须存入啊三百七十六万九千元。好的，谢谢林老师的呃详细的帮我计算哈，也就是说我现在必须要三百八十万的话，如果在刚才的条件之下，我二十年之后就有一千万，呃呃可以作为我的退休金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到呃要给各位。 呃，第二个重点啊、哦，也就是了解到啊，年金现值以及年金终值啊、哦、这样的一个计算以及应用。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年金啊、哦？所谓年金的话，就是指的是未来连续定期支付或是收取等金额之现金流量。那年金的话，我们一般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普通年金。那什么叫普通年金呢？也就是年金的支付或是收取产生是在期末。 啊，像我们的房屋贷款，啊，分期付款，也就是说，你去买房子有的一个，啊，房屋贷款，那你的缴款是在每个 A 的 A 底，哦，不是在 A 出。那第二种的话，我们称为叫做期初年金。那期初年金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年金的支付或是收取产生是在期期初，啊，一般，呃，像保费或是说房租的一个支付，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性质。那所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 啊，年金终止哈，那年金终止的话，同样分为两种，就是普通年金终止跟所谓的呃期初年金终止。那首先我们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普通年金终止。那我们用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哈，也就是说用一个等一下我们用一个图表啊、呃、来跟各位说明这个架构啊。假设说呃小三以每年年底存入一万两千元，那年利率在百分之五的状况之下，那五年之后小张可领多少钱？ 那有关这个例子的话，我们用图表来跟各位说明会比较更清楚哈。那我们从这个这个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因为它是普通年金，所以它在支付的时候是在哦每个每年的年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次存进去，也就是第一期的时候，你存了一万两千元，它是存了几年？总共存了四年，所以我们就把哦一万两千元乘以一加百分之五，也就 乘以一点零五啊的四次方，我们就可以求出来啊所谓的呃中值啊万哈，F V one。那第二个我们第二期我们存进去是在第二年的年底，那第二年年底的话，到了第五年它总共还有三年，所以我们就把一万两千年乘以一点零五的三次方，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F V 的 two 哈。那以此类推，我们就知道说第五期的时候我们存进去是啊一万两千年，但是存进去之后它的 根本啊、呃，后面的话就没有在所谓的复利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就把全部的加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年金终值，它是六万六千三百零七元，好、哦，就是把所有的一个终值的加总，我们就变成年金终值。那如果我们用查表的方式，我们是这么计算的哈、哦，那终值的话，它就会等于一万两千元，再乘以哦它的。 查表的结果，也就是利率在百分之五啊，经过五年的状况之下，它的呃有关于年金啊终、呃、值啊系数因子的话，它是五点五二五六，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是啊六万六千三百零七元，也就是说我们用查表的方式算出来答案是一样的。那有关于普通年金终值呃这方面的话，呃为了让各位同学更了解，那我们请林老师用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好的，那么同学们，请看啊，以下这个例子哈、啊，小韩啊，他五年内想要累积啊一百万元的存款，那么年报酬率呀、啊、是八的话，他目前每年啊要投资多少金额？那么假设啊每年我们必须投资的金额，我们称为 PMT。那我们来看以下的公式，我们用 PMT 来乘以 FV I。 F A 啊，就是啊终值年金终值的利率因子哈，这个 F V 就是终值，I 就是利率，那么这个 F 啊就是啊因子啊，那么最后那个 A 啊就是年金的意思。那么在啊报酬率百分之八啊五年的情况之下，我们 P M T 乘以 F V I F A，那么最后啊等于一百万的话，我们来看看。 哦，还原过来，我们 PMT 来乘以这个系数五点八六六六，等于一百万元。那我们把 PMT 留在左边，那么用 PMT 等于一百万来除以啊五点八六六六，等于十七万四百五十六元。也就是说，小韩目前只要投资十七万四百五十六元，在年报酬率八趴。 啊的情况，经过五年呢、啊，它会有一百万啊。这是我们要鼓励同学们啊，及早找到好的投资标的啊，去投资啊，这个为未来未雨绸缪的一种哎方式。那谢谢林老师对于啊呃普通年金的一个例子的详细说明。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跟各位说明。 好的，刚才林老师是用呃普通年金的例子来跟各位说明，那、啊、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说明有关于提出呃呃年金终止的呃例子，哈、哦，那其实年金的终止，哈、哦，它跟普通的年金终止最大不一样，就是说呃它是呃必须再增加一起，那一般我们在查表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普通年金哦终止的这样的一个表，那我们这个例子我们再延续下去，哈、哦，就是刚才我们呃刚才啊、呃、如果说。 呃，你每个月是呃每一年是存一万两千元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如果乘以呃它的普通年金终值呃，利率因子是五点五二五六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刚才就有求出来是呃六万六千三百零七元。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再乘以一起就是一加百分之五的利率，那结果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是六九六二二，也就是六万九千六百二十二。也就是说，其初年金终值呃，跟 哦，刚才普通年金终止的一个差异。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哦，年金限值哈、哦。那什么叫年金限值呢？一般年金限值都应用在所谓的像股价的评价模式，或是呃在建的评价模式，或是说各位你去买的呃、欸、一栋不动产，到底它现在合理价格为多少？那有关你这方面的一个评价，我们都用到所谓年金限值。 那所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年金现值的意义哈。那年金现值它代表是未来连续定期支付后，是收取等金额之现金流量，它以复利折算至该项啊该项年金第一期的期初现值总额。好，就是有关它的定义。那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的整个架构哈。嗯，假设说小三大学毕业之后想工作四年之后啊，到日本去呃攻博士。 那一期每一年必须花费一百二十万，那每如果我们假设他是在年底年底支付的，那一期两年他可取得学位，假设我们的折现率是百分之六，那小三要存多少钱才可以到啊呃，日本去进修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架构图来跟各位说明，那各位可以开了解到未来他两年都要花一百二十万，那呃第一年的年底他一百二十万，我们用利率一加百分之六的呃。 把它折现回来，我们就可以了解现在的现值是一百一十三万两千零七十五。那第二年他要花的一花费的一百二十万，那我们同样的话，我们是用百分之六的利率，也就是说啊一点零六的两次方把它折回来，好，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它本身啊现在的现值是啊一百零六万七千九百九十六。那我们把啊。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啊，小三目前必须要准备大概两百二十万左右，才足够他应付未来两年，啊，到日本留学每一年要花费一百二十万这样的一个金额，啊，这个是有关你，啊，他是一个，呃，提出的哈、哦，如果说，哎、欸。 呃，普通年金就期末的。那如果小三他本身来讲是起初就要付协会的状况之下的话，哦，他是怎么样来计算的？那我们就可以啊、哦、用查表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期它是一百二十万再乘以啊、哦、我们查出来的一个啊系数的话是一点八三三四，再乘以一起就是一加百分之六，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他准备的金额就会。 比刚才两百二十万来的高，大概是两百三十三万元左右啊。这个是有关于呃年金呃复利限制的概念。那有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请林老师来举啊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好的，那么请同学们哈、哦、来看下面这个例子啊、哦。那么小三呢，他购买了一间公寓，那么总价是五百万元，他的自备款一百四十万，也就是说他向银行贷款三百六十万元。 那么年利率百分之五，分二十期，就是二十年的意思，来按年本利平均摊还。那么请问小三未来二十年每个月啊、哦、要缴多少？这是我们一般啊、哦、长长期的这个本利摊还的一种方式。我们来看解答啊、哦。那么他贷款的金额是三百六十万，要等于 PMT 乘以 PVIFA。 啊，年利率百分之五，二十年，啊，这样子来计算，这个 PMT 啊，就是现在每年要支付的金额。那把 PMT 移到左边，所以 PMT 等于三百六十万乘以啊，这个分母是 PVIFA 百分之五二十年的一个啊、呃，这个现值利率因子。我们分子啊分之一啊，这样子来算的结果等于三百六十万。 乘以啊，这个系数啊是乘以十二分之十二点四六二二分之一啊，十二点四六二二就是我们刚才查表 P V I F A 的这个系数。那我们算的结果是等于二十八万八千八百七十四元，这、就是一年呐、啊，要支付这么多。那我们除以十二个月，所以每个月呀、啊，应摊还的本息是两万四千零。 七十三元，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例子啊，下一个例子。那么小三要购买这个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六，那么票面金额啊一千万元，还有五年才到期的一个债券。那么假设债券啊这个值利率啊是百分之五，那么我们算看看小三购买这个债券呢、啊，必须支付啊多少金额？ 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票面的利息呀、啊，啊，每年利息啊是等于它的票面金额一千万乘以百分之六啊，这个利息是六十万元。所以我们根据啊这个六十万元，我们来算债券的现值哈、啊，它等于这个债券的票面利息六十万元乘以 PVIFA 啊这个百分之五五年的情况，再加上啊它的本金呐、啊。 啊，这个债券的本金是一千万元，来乘以 P V I F 啊，年利率百分之五，五年的这个期间，那等于啊六十万元乘以我们啊上面那个 P V I F A 它的系数啊是四点三二九五元，再加上啊这个本金的一千万元乘以啊这个现值的利率因子的系数零点七八三五，结果等于。 啊，两百五十九万七千七百元，再加上啊本金部分的折现是七百八十三万五千元，所以总共啊是一千零四十三万两千七百元。也就是说，小三目前购买这张 p m 一千元的债券，他必须支付啊这个一千万啊一千四十三万两千七百元啊这样子的金额。 谢谢林老师的一个详细说明，尤其他提出来就是房屋贷款。那房屋贷款的话，毕竟各位将来啊出社会之后一定会购买房子，那房子的有关于它的啊本金平均摊款，如果计算就是用刚才林老师啊这个计算方式，但是实务上的话，它一般不会以年作为单位，它是会以每个 A 作为一个单位。那各位啊将来啊如果 啊，购、哦、买房屋之后，他你就可以把呃林老师跟各位讲的例子拿出来算一算，到底银行跟你说的会不会一样啊、哦？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的年金限制的一个应用。那第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第三个单年，也就是要要让同学啊、呃、了解到什么叫永续年金啊、哦。那永续年金哈、哦，它本身来讲，它是指的是无限期都可以收付等额的特种年金哦，而且它。 本身来讲是普通年金的一个透支的形式哈，及呃及期限期无穷的一个普通年金哦。那计算公式的话，呃，它我们把它可以呃简单化的话，就是说它现在的现值会等于啊、哦、PNT，也就是每一将来每一期可以收到的。 呃，金额啊，也就是现金流量。那利率的话，就是每一起的利率，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市场利率。那我们用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哦，有助于同学的了解。那如果我们小三他购买的啊永久呃债券，那小三呃这个永久债券的话，它的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六，那面额的话是一千万。那假设目前的值利率为百分之五，那目前这个债券的话。 它的啊限值为多少？那首先我们当然要计算出来，它目前每一期可以领到的一个现金流量，也就是年金的金额。那我们就可以用一千万再乘以哦票面利率百分之六，那可以领到六十万。那你就把这个六十万哦，也就是现金流量再除以市场利率，目前是百分之五，也就是说呃。 我们可以求出来，它是一千两百万，也就是说，这个面额一千万的债券目前的价值是一千两百万元，啊，就是有关于呃永续年金的一个价值。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哦呃呃,呃说明，呃有关于呃如何来使用计算机，好来算出呃呃那个有关于啊终值、限值等等这些、個、呃呃呃答案哈。那我们用例子来跟各位说明，会比较容易了解。 那我们用这个例子哈，你看下小明，小明目前，呃，他有三十万年存入银行啊，目前的利率为百分之五，请问十年之后本利和到底为多少？那从这个答案里面，我们就知道它的限值现在是三十万，好，那它的期间就是所谓的十年啊、呃、，i 的话是百分之五。那在按电子计算机的话，因为这一个题目它是期初投入的，所以你在使用电子计算机之 就是要按一个功能叫 begin，哈，那烟 n 的话它是十年，好十年，那利率的话百分之五，所以你的现值我们就啊建档进去啊三十万，那我们就可以求出它的终值是四十八万八千六百六十八，好这样的一个答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同学的一个观看。